对，还有别的歌吗？有老师，来。哦、yes yes yes， 我想听，我天哪！你看吉他已经来了。哇、wow、哦！啊，所以你是弹吉他的吗？嗯，但是我弹的没有你好，老师。那嗨，不重要，不重要。据说他的偶像是你哦。啊，是吗？嗯，哇！模仿一个，还可以模仿的，对，很像吗？很像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、哦，他跟你们模仿过，对，哦，好，来一个，对，对，不像的话直接去 N 班。那我，没有，开玩笑，我们是一个公平、公正而又尽量公开的节目哈。尽量走开。老师不会收版权费吧？哎，不会，反正我是不会的。但别人会是不是？那别人会，公司会是吧？像啊，天哪，我以为放了个原声。刘浩老师把那个风放下，没事，刘浩老师在唱。一不小心成了你的倾诉对象，电话约在从前约会的地方，要陪你唱歌只分我结账。我唱歌是这样的吗？保持优良习惯，戒了烟我不习惯，没有你我怎么办？三年零一个礼拜才学会怎么忍耐，你给过我的伤害是没有一句责怪。我鸡皮疙瘩都起了。戒了烟，染上悲伤，我也不想。墨粉真的贼香。不是，我想问一下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们，我唱歌是这样的吗？是。我第一次从这个别人的嘴里面看到了我自己。好的。就平时比较喜欢听什么？就方大同的歌吗？平时比较喜欢听李荣浩。对，好的。潘玮柏也听。哎呦，没关系，不听也没关系。Ridiculous。